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也不再执着这个墙壁是实在的了，我们能不能从墙壁走过去呢？走得过去，一点没有障碍啊！为什么呢？身是空的，墙壁也是空的，空个空哪有障碍呢？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有一道墙就过不去呢？认为身是有真有，墙也是真有，好了，这有就不能过去了。这个理我们懂得了，所以问题就是在放下，我们放下的不够啊，放一点点不行啊，要彻底放下，障碍就没有了。观空有一切如梦，果能与一切有为法，有即非有，何妨与一切无为法，非有而有，此之为大作梦中佛事。学人初下手，便作圆顿妙观，不知实，不知虚，不知无，即是本经所说无我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，一空到底。设有不住有，行空不住空，则如如不动矣。便是直观双运，定慧均等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清。这个注解到这个地方呢，可以说对全经做一个总结。当然这几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能够将这几句体会的，能够应用在生活上，可以说是全经修行的要领呢，你都掌握到了。金刚经的精髓无出于此。行门当中最重要的是修观啊，就是把这个观念呢改过来啊，观念呢修正过来。一切法不外乎空有两大类，所以用空有呢就把一切法了全包括进了。不但有为法是梦幻泡影的，这是经上告诉我们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那个无为法了也是梦幻泡影啊，无为相宗百法里面讲六个无为，六个无为当中啊有五个无为法是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真实的，我们叫它做相似的无为。唯独真如无为是圆成实性，前面讲过啊，是真实性，只有啊这个真实，只有啊真如无为。但是真如无为没有相啊，也没有念，换一句话说，它虽然是真实永恒的存在啊，可是我们六根都缘不到啊，眼见不到，耳也听不到，
连心想也想不到，所以也可以用一个空字来代表。那么说如梦，这个意思是叫说明决定不能知足。这个梦境有没有？梦境有啊，虽有而不实，你执着就错了，不执着不碍事啊。所以下面这个解释就说得好了，故能于一切有为法有即非有。一切有为法，佛经里面常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我们眼前所见的所接触到的全都是有为法。有是说它相有，它有这个现象啊。无是说它的性无，它没有自性，没有自体，只有幻象，没有自体。而且这个幻象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它只是生灭的相续相而已。这说明，即使幻象也不存在，真的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这个才是事实真相。所以有即非有，换一句话说，有跟非有是同时的，是一不是二，这个通常我们讲入不二法门，它是不二的。能于一切法这样的看法，这个看法是正确的。这个是如来之见的，诸佛如来看的一点都没错，我们也要这个看法，不能把有为法了当作真实，这个当作真实是绝大的错误。这何妨与一切无为法非有而有呢？无为法是讲的体性，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里什么都没有。虽然没有啊，它能够随缘现象啊，它有这个作用啊。所以性虽然空寂的，它不是死寂，它是活活泼泼的，随缘现十法界的相。随缘现一真法界的相，非有而有，非有而有是从性那边说的，从体性上说的；有而非有是从现象上说的。性相没有妨碍，空有没有妨碍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理事无碍，体性是理，现象是事，理事无碍啊。这个通达理事无碍啊，你就不迷惑了。如果两边都不执着了，你在受用的时候一定达到四事无碍，四与四也无碍，
现在我们对于四事无碍的理论明白了，懂得了。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无碍的境界。为什么没有做到呢？我们还是放不下，还是有妄想执着啊，所以我们事事还是有障碍啊。假如把一切分别执着通通离开了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也不再执着这个墙壁是实在的了，我们能不能从墙壁走过去呢？走得过去，一点没有障碍啊。为什么呢？身是空的，墙壁也是空的，空个空哪有障碍呢？我们今天为什么有一道墙就过不去呢？认为身是有真有，墙也是真有，好了，这有就不能过去了。这个理我们懂得了，所以问题就是在放下，我们放下的不够啊，放一点点不行啊，要彻底放下，障碍就没有了。就真正的切入到无障碍的享受啊，受用啊。诸佛菩萨他们示现在人间，示现在六道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！众生妄想执着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佛菩萨示现来教化众生啊！这个教化众生呢，就是大作梦中佛事。诸佛菩萨执不执着呢？不执着。虽不执着了，他装着执着啊，像唱戏一样，他表演了啊，他示现一个凡夫，就要像凡夫的样子啊，才能帮助这些凡夫啊。菩萨要度恶鬼道，一定要现恶鬼的样子，不现同类身，就没有办法帮助那一类的众生啊。帮助哪一类的众生，一定要现那一类众生的身相。所以现身相呢，这个众生是业报之身的，他有苦受啊。前面讲了，他有苦乐游戏舍的感受，而菩萨示现呢，没有。确确实实没有，菩萨就像经上讲的梦中佛事，水月道场，他确实没有苦受。这没有苦受啊，他也要装着有苦受。你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我们在经上读到，佛不答妄语。释迦牟尼佛不是3000年前呢，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成佛的，不是的。在梵网经上说吧，他老人家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这一次是第8000次了。所以他成佛是久远界就成佛了，这一次来唱戏来表演呐、哪里是这也是成佛的啊？这梵网经上给我们透了这个消息啊，第8000次啊，所以他是示现啊，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。佛在世曾经也断了粮啊，没得吃啊！这是经上有记载的，他有3个月叫马没之暴啊，这个遇到饥荒
啊，人民都没有东西吃，当然佛偷钵也偷不到了，也没东西吃了，啊，这是这马吃的，啊，我们大陆过去叫马肝，啊，就是马吃的那个沫子，那个沫子很粗，那平常没有人吃的，啊，在荒年的时候，佛偷钵的时候，曾经吃马沫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佛就告诉我们因果不昧的一段公案。在中国，孔老夫子在陈绝粮啊，世出世间圣人，大圣大贤呢，也有时候在物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。那么佛菩萨这是实现的，告诉我们因果不空啊，啊，要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弥陀佛，啊，弥陀佛，啊，弥陀佛，啊，弥陀佛。